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结果。七零送九十，弹药分13秒，四发动方面。七零送九十，弹药分13秒，四发动方面。有权程序转弯。程序转弯。酒泉光学跟踪正常。根据火箭飞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控中心监视计算，长征二号 F 遥十六火箭已将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，翻板展开，工作正常。我宣布，神舟十六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。